假如我忽视他，也许他会走开。哎，你们太喜欢说话哈！我来听个音乐，至少会听不到他的声音。哇，飞走了！看来 Appa 名副其实会飞天。嘿，回来这里！还有，小心！抓住他！有个疯狂的，坦白说，他还好吗？哎，我觉得不好哎，糟到不行了！我搞得定，把它在我衣服上擦一擦，就跟新的一样。但我还能更进一步，加上一张巴黎贴纸，然后用粉红色的笔，我要把盒子上色，一整圈都要画，但不要画在贴纸上。我快完成了，现在我要撕下贴纸，你看看，希望你喜欢。哇哦，真是太棒了！啊，那就是我想要的反应。我渴望的全都齐聚一身。嘿，你想和我一起听音乐吗？拿去吧。啊，那是尖叫声吗？是我在唱歌，这是我自己写的。欢迎来到美术课，我们即将要创作杰作。这会很有趣。我有一些特别的计划，你们看看这一个，我自己画的。哦，看起来像我。我是模特。当然，好的，我希望你们画出类似的东西。我想我们最好来画了。让我想想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这一定会很好看的。哇哦，完美无瑕。这还蛮不错的，但我打算把画涂上颜色，就比我想的还要难哎。哪个可以进垃圾桶？我们重新开始。稳住，稳住。哎呦，拜托，我不敢相信这会有多难，这真的很烦人哎。你做了什么好事？那是意外。我会擦干净。不太顺利哎，全都毁了。我很抱歉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我手指沾了颜料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在两张纸上画了草图，再把它们描到纸板上。现在我要拿圆的和方的纸板，把头和芭比模子贴上去，接下来把它用粉红色的卡片包覆。我想要的就是这样，好像图章一样哎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嘿，你看这个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我需要一个滚筒，把它沾满颜料，然后把它滚在图章上，仔细涂上一层，再把它压在纸上。芭比模具的做法一样，我要确保每个位置都没有漏掉，应该可以了。然后我会把它转移到纸上，有效哎，你认为呢？蛮不错的，是不是？我努力做出来的。等等，我有想法了。我需要金色的笔，我还是能救回我的画。我要沿着颜料沾染的边缘，一路跟着绕一圈。我要慢慢来，希望这个会完美。现在进入下一阶段，我要用黑色颜料涂头部，要待在线里面。我要做出剪影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！哒啦，我懂，美到不行。啊，哇哦！那就是我想要的反应。哦，你们完成了。不要管他，我的画最棒了。出色的作品，你们俩都是正牌艺术家，做得好。他比较喜欢我的，我就是超开心的。补口红的时间到了，这个色调真是美，真的很适合我。不错看哦。我也有口红，我偏好个吸睛的颜色。哦，那样会痒哎。嘿嘿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喷一点香水啊，这气味有如夏日青草地，我只喜欢最好的。我得找个香水。空气清新剂就行了。你不是唯一气味芳香的人。这个很刺鼻啊。我的笔记本。快点把它弄走。那个真恶心。我们为什么要坐在彼此旁边呢？那这个礼物。等一下，我得看看我的香水瓶。这让我有个想法，对，这样可能会有用，一定会很棒的。我需要一张粉红色的卡片，先把它折过来。我要确保边缘对齐。现在我需要一支黑笔，我要画一个长方形，但边缘要有弧度，就会是一个罐子。接下来在卡片上贴贴纸，要让它美丽又缤纷。然后我要剪下瓶子，不过我会留着盖子不动。下一个步骤，我要用到假链带。我要捏住袋子的一头，倒入洗发精，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增加亮片，我希望它闪闪发光。我可以封住袋口了，把顶部折过来，把洗发精和亮片混合在一起。感觉真是好。
我要把它放在卡片里面，它要能把洞盖住。现在我得把它固定就位，每个角落都粘上胶带，这样就能固定住。现在我需要一条双面胶，我要把背条撕掉。我已经订好一叠纸了，把它粘在双面胶上。我的新笔记本，你看亮片动来动去，我感觉到压力逐渐消散，这让我非常满意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哇，我不敢相信，它从哪里弄来的？我也想要酷炫笔记本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到，我得要动作快。你在做什么？你看这个。那是什么？我的超酷笔记本，很柔软又好搓揉。我根本看不下去，那个让我都焦虑了。幸好我的笔记本会让我冷静。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今天非常特别，我得看起来完美无缺啊，这可都是为了你啊。每次看到你，我的心跳都会漏拍，我永远也不想离开你。哦，可不能忘了这个，希望加比会喜欢。一切都得非常完美。啊 ，Hello， 贾斯汀，啊，你在干嘛？不，加比的卡片，哦，差一点呢、啊。我来啦，哈哈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汽水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。别再闹了啦。泡泡，小心。哦，我又担心了一下呢。哔哔。哇，亚历克斯，你看看你做了什么，我的卡片毁了啦。你这个小鬼，你这次太超过了哦。看我亲手宰了你。来画画吧，贾斯汀。等等，今天是加比的生日，我本来都安排好了耶。他值得最好的一切，但你毁了我的计划耶。你还真讨厌。滚出去，我是认真的。不要，你才滚呢。亚历克斯，我没在闹哦。等等，我可以把这个修好。该使出我的超赞艺术技巧来让大家惊艳了。先画个爱心，然后在中心加上螺旋，再加上点线，把它变成玫瑰，这些是叶子，最后呢再画上金。这边也加上个叶子好了，画好了，最后给贾斯汀看看。等等，放下枕头，这我为你画的，哎，不是，为贾比才是。这真完美，你天才啊你。以后我救援成功，我是超级英雄啦！我要把它给加比看，生日快乐哦！这是给我的，哇哦，真美耶，贾斯汀，谢谢哦。好，你值得的，加比，嗯啊。好哦，我得承认，好像有点失控了，真抱歉啊，小兰。啊，我刚吃了最棒的三明治，你应该吃看看的啊。爸，它肯定很好吃的，但我忙着在处理某个人。你好像很难过哎，我知道怎么让你开心起来，来打个篮球吧你。拜托助手，我在哀悼。你怎么了嘛？你通常喜欢篮球的。哦，我知道怎么样让你开心了，来打个电动怎么样啊？哦天哪，你玩具还真多哎。哦，哎呦，我马上过去啊，等我一下下啊。遥控器明明在附近的。等等，拜托助手，这世界真是太黑暗了。到底怎么了你？哦，好哦，我懂了，我的心都空了。我看看啊，或许我可以有办法。我有了，把谭谭乐压到颜料里，得确保它有裹好颜色，然后把它取出来，接着按到画布上。我已经先在画布边贴好胶带了，接着把它给拿起来，然后用画笔把颜色刷一刷。哦，真缤纷，就像是暴风雨后的美丽彩虹呢。看起来有点乱呢，所以呢，我事先贴了胶带。好了以后呢，撒点白色颜料上去，然后把容器盖子粘进蓝色颜料里，把它给按到画布上面。接着需要黄色颜料，看我用这个来画个皇冠，开始成型了呢。但还没完哦，我得画个脸，先从眼睛画起。这部分很简单，画个圆就好，然后用黑色颜料涂满。我也画了个嘴巴，现在可以把胶带给拿掉喽。哇哦，瞧瞧他，贾斯汀啊，这给你。贾斯汀他人呢？爸。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需要空气。抱歉啊。总之呢，我做了这个给你。哇哦，这真酷，小兰看起来真开心的，我会记住她开心的模样的。谢了吧。我只希望这个可以让你打起精神来。哇哦，有的时候真佩服自己呢。哦 ，Hello， 我对你的艺术很感兴趣，我喜欢独一无二的原创作品，我很乐意花钱买艺术，大笔的钱呢？哦，真的吗？绿色是我最爱的颜色，哎，这个呢可以丢了。
那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啊，你是艺术家哎，画点厉害的就是啦。没问题，兄弟。来，我看看啊，我有了，能快一点吗？时间就是金钱，我的钱。完美可是急不得的，兄弟。倒点颜料在这儿，完成喽。当当。啊，向日葵，真无聊，能画点其他的东西吗？画好一点呢。你对你的艺术还真严格呢。哎，我要的是作品，不是教训。我有点后悔了，我。哎，我得专心。我到底在这里干嘛？幼稚园小孩都可以画出更棒的作品，有些孩子可是很有天分的呢。但是没有我才华洋溢啊！你怎么敢画这种东西啊？抱歉，有的时候有压力我画不好。我要走了，等等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嘛。抱歉啊。哎，等等，别走啊！哎呀，我灵感来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你肯定会爱的，看我挤些黄色在画布上，挤几个小点点，这样知道吗？我想来点特别的，再多加点颜色，把它们给挤遍整个画布。接着呢，需要尺，把它给放在中间，然后旋转，这可以把颜料给抹开，把它整个这样抹开。那你看看这些颜色，真是鲜活明灿呐、啊！这真美啊！好好，我再打给你哈。请见我的颠覆之作！哇哦，真美啊！我得要拥有它才行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，这是我跟画布的连结嘛，知道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？这可不是免费的，懂不懂啊？哦，对哈、啊，我在想什么？啊，好家伙，这你应得的，我发财了！谢谢，谢谢啊！拜托，请继续鼓掌。按赞并订阅，看更多精彩影片。我准备好了。嘘，我在听指令呢。哦，你们看，是一只蝴蝶呢。怎么回事啊？希望他又给你们一点灵感，这就是你们的下一个挑战了。这些是从哪来的？你让开，是我先看到的。这个我也要，篮子就给你吧。我有个主意了，把纸折成一半，没错，会行得通的，看起来很棒哦。我要用这些干嘛？我的蝴蝶画好了，不过还没有完工哦。把蝴蝶放在黑色卡纸上，然后拿出我的蜡笔，我们要在蝴蝶的周围画线，从纸的中间往边边画，用不一样的颜色把卡纸分成几个部分，真是好玩，成品一定色彩缤纷的。快好了，等不及看我的成品啊，这可能是我最棒的佳作呢。最后一部分了，好了，现在可以把蝴蝶拿开了，它可以飞走了，感谢你的帮忙，看它飞得多高。哇哦，超酷的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这是什么？只好一边进行一边想办法了。先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压碎它。希望行得通。我在这一边已经画出了蝴蝶的轮廓，现在要把颜料涂上去。先从深蓝色开始，然后换成浅一点的颜色，一层一层往下涂，每一层都用不一样的颜色。小心，慢慢来，画错一笔就整个毁了。进行得很不错，不过还真是压力山大哎，我一定要赢。现在来涂身体。然后是另外一边的翅膀，这边来试试看不一样的画法吧，用调色刀做出一些图案，这些颜色真漂亮哎！好了，完成了，我有尽量发挥出创意哦，希望你会看得出来。看看我的画，画得好，不过 Brian 获胜。Oh yeah， 真的很不公平哎！快走吧，小蝴蝶，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那是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越来越重了，啊，早该知道的。哇，我的天然男人味啊，很香啊，这个正适合，快用，多一点。好了，至少你不臭了，谢了。哦，就好像我们相遇的那一夜，我那天的个人卫生也很差，那天很浪漫，亲我一下，我永远不会拒绝的。啊好恶啊！哦，嗨，小乖，抱歉。现在要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应该有点子了。Baby， 你听着，他们在干嘛？懂吗？我们上工吧。首先，我把致汗剂拆开，就像这样，然后用颜料装满它。再把滚轮装回去，我一把它按在纸上，颜料就流出来，就跟画笔一样。
非常适合艺术创作。你看看，这纸的表框啊，你看看，好棒啊！共同努力的成果。哇哦！我们可以把它挂在客厅，就可以换掉阿嬷的照片。乖一点，停手。应该的，这值得揪一下。啊，我好爱困呢。艾玛，吆喝！嘿，经典哎，妈妈，我就闭一下眼睛。你看，我可以用舌头碰鼻子啊。你看，天赋异禀吧？你能这样吗？我盯着你哦。天哪，粉红色很搭耶。感觉好有活力，我可能会习惯这样哦。爸爸棒棒，小心一点，我要来睡个美容觉。哦，我以为那样会有效，我们尽力了。哦，要来玩影子玩偶吗？影子玩偶，蛮厉害的吧？你为什么不从这个开始？这个好有趣哦。翻出经典影子玩偶了，看起来没多难。哦，我有点子了，把我的手放在纸上，然后照着描，再来只要加上细节就好了。比方说眼睛，这是一只龙，可是还没完呢，它还需要颜色，不能把火给忘了。你看看，哇哦！我想说你会喜欢。花蕾式式气球艺术，这是狗狗。哎，你退后，快逃啊！节目精彩，你们都赢了。你看，哦，太棒了！我想要头发漂漂亮亮的。嗯，有了。接着，我们拿这些要做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可以用这些铅笔跟一条发圈。我觉得可能有用，把发圈绕过两支铅笔，我要确保有绑紧，在另一头绑上第二支铅笔，这样正是我要的。我要把一支铅笔放在杯子蛋糕图上，把它描一圈，第二支铅笔就画出复制品。你看看，然后只要上色就好，要确定待在线里面，这一定会很好看的。来，我完成了，你喜欢吗？那个是我的，我来瞧一瞧啊。哇哦，这蛮高明的。我能怎么做呢？把铅笔绑在一起，然后用来当弹弓。接招！小心！住手！哦哦！我晕晕的。哦，这算是你自找的。嘿嘿，爸爸说得好。优胜者很明显，真不错，小乖。我在哪？哦，你真的很好笑哎。哎，这些蜡笔很棒。妈妈来，丢得好，我接到了。这太简单了。哦，我可能有点太兴奋了，这些全断了。啊，祝你好运了。没关系，我有这种胶，我很会 DIY， 这些会跟新的一样，来试试看吧。哦，假装没发生吧。别担心，我有备案，我可以用这个。你开玩笑吧？这样不行的啦，爸爸。至少我试了，那只剩一条路了。Baby， 把榔头放下。我知道我在干嘛。等一下，我有更好的点子。我要把蜡笔撒在蝴蝶饭本上，在上面放一片塑胶，然后释放我的压力。这是我的艺术。我们晚点要谈谈，先专注在我的作品上，这样还不错。我也做完了，我来把饭本拿掉。看来不错啊，你喜欢吗？还是你喜欢我的西瓜呢？
哦，好难哦！你们平手。我接受。做得好。嘿，这里有什么？全新的一天，又有24小时可以发挥闪耀的创意。哇哦，有新的文具啊！哦，实在有够早的。啊，算了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好吗？先生，你渴了吗？哦，有新的叶子呢，你可以的，小家伙。哦，天哪，我搞砸了。哦 ，Madison， 来，让我帮你吧。他们只是需要多一点阳光。真是难以置信，那东西给我。等等，不，不要掉下来啊！天哪，什么？明明刚才长出来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 ，Madison， 嗯，你看那个，看到了吗？哇，是一只蝴蝶吗？嘿、hey, ，这叶子看起来有点像翅膀呢。我有灵感了，用叶子来做蝴蝶吧。手边有白色的马克笔吗？用它来给你的树叶上色，这部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但涂完之后，就可以用蓝色来创造新的图案了。当然，还可以用粉红色和黄色。白色会让这些色彩更显眼，用黑色加上更多线条，继续加油。你可以再加上更多小点点，它看起来越来越逼真了。看看这些有趣的图案，很酷，对吧？大家很喜欢呢，耶！来看看我的蝴蝶吧，你们不喜欢啊？那让我很伤心啊。不管了，让我来做其他东西吧。全新且改良的蝴蝶，而这一次我会用水彩的技巧。颜色来喽，你可以直接滴入颜色，这样就会有超酷的流血效果。特别是当你加入了更多颜色以后，你可以做出渐层的效果，很漂亮，对吧？就像日落一样，在中间涂上黑色，然后描出触角，完美极了。现在加上一圈金色的外框，这样翅膀会更加分明，而且会增加一点光泽。你也可以用它来画点点，还可以使用不同粗细的线条来画。当然，好美哦，真是大升级哎！我说的对吗？哇，谢谢你们按赞，拿去吧，它应该属于你的。哦，看我的吧。它们真的好柔软哦，你看，哇，好多颜色哦。嘿，你不知道分享吗？你很情绪化哎。哦，是吗？我们走着瞧吧。怎么会有蝙蝠飞进来啊？尖招吧！哦不，真是浪费哎。是我不好，让我来处理吧。我只需要把它们刮平一点。哇哦，好酷哦！你甚至可以用信用卡再刮几下。哇哦，看看这些有趣的条纹，看来又是一次快乐的意外。开始按赞吗？哦，是吗？我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我想用更多颜色，所有彩虹的颜色，只需用水扫一下，然后小心的沾几下。你就可以创造美丽的彩虹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超厉害的，全部完成了，大家觉得如何？你们很喜欢对吗？我觉得这一张简直该裱框了。好了，这幅画应该完成了。不是我老王卖瓜，这还真有可能是大师级的杰作，让我把它放在画架上吧。哇哦，泡泡，应该可以奖励一下。耶、yeah, ，好的泡泡啊，我最爱泡泡了。嘿、hey, ，我回来了。糟糕，我把画撞翻了。哦、oh, ，那是我的杰作啊，是我最棒的画哎。等一下，泡泡，这给了我一个好点子。
拿一个塑胶瓶子把顶部切掉，在开口的地方铺上一张网子。接下来把肥皂水加入玻璃托盘中，应该够了。现在把有网子的那端进入肥皂水里，网子会沾满肥皂水。现在要加点颜料，先来点蓝色，红色也要，然后当然是黄色，三种颜色都到齐了。接下来要吹泡泡咯，记得要靠近画布。现在把大一点的泡泡戳破，好了，这幅画完成了。嘿，你觉得如何啊？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的灵感可是来自你的泡泡哦，送给你的，真是谢谢你爷爷，我好喜欢哦，泡泡真是棒。观点牌好，看起来不错。好了，我画完了，最好和原作比较一下。哦，好像不太像哎。他在这啊，让我偷偷走过去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天哪，真是惨不忍睹，他今天可能心情不好。哦，你看那边那一盏灯，那给了我一个好主意。首先要把相框盒打开，然后拿一串小彩灯出来，在相框盒中把小灯打开。好了，后面的盖子盖上。哇哦，太棒了，爷爷！盒子里面的灯用来干什么的？哦，爷爷快过来，让我秀给你看吧。拿一张画放在玻璃上面。哦，我懂了。哇哦，它好亮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一个透视灯箱啊！现在你可以重现那幅画咯。好哦，让我再画一次吧。只要描显现出来的线条就好。哇哦，好有用啊，而且超简单的。只差一点点细节了。好了，作品完成了。终于有杰作了，而且只需要一个相框和一些灯而已。谢谢你的礼物。不客气。天哪，在所有画作中我应该最爱他了。哦，爷爷小心啊，别又把我的画撞翻了，刚刚差点就酿成悲剧了。如果他不小心擦到会怎么样呢？哎呦，看看这个，我把西装外套弄的都是颜料，真糟糕。我的画不，哦，真是场噩梦，要是真的发生的话我肯定疯了。哦，我又有一个好主意了。不好意思爷爷，这个借我一下。拿一罐发型喷雾，然后让它发挥作用吧，要在画作上喷一层，而且要喷到完全盖住才行。好了，现在干了，整幅画像都包了保护层了，你看完全不会掉颜色咯。啊，这样就不怕爷爷撞到了。哦，嘿，你说的没错，真的有用，我的外套上什么也没有。哦，还好我先抢先一步，画作才能够平安无事。耶，又有卫生纸卷可以用了，跟我过来完成我的塔楼吧。耶，我的城堡快要完工了，真是雄伟。爷爷，你在这里吗？我找不到我的眼镜。没戴眼镜，我什么也看不到，简直跟瞎了一样。你的手别再挥了。不，我的城堡啊，城堡崩塌了，我的杰作又变成一堆卫生纸卷了。你的眼镜在这里，快拿着，然后出去啦。你听起来很生气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。他看起来好难过啊。嘿，等等，或许我可以修好它。拿一个卫生纸卷，先把它压平，然后切成一段段的圆圈，完美，看起来和我计划的一样。现在到下一步咯，热熔胶枪在圆圈的末端加上一点，很好。现在把第二个圆圈拿过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把这一端粘在另一端上，很好，正是我想要的样子。现在继续加上更多圆圈。
好了，我用圆圈做了一整圈了，现在还要再加一点在第一层的圆圈间。好了，现在要涂上粉色的颜料。爷爷，看看我帮你做了什么。我知道你最爱艺术了。什么？这是你用卫生纸卷做的吗？没错，可以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呢。好了，你觉得如何啊？太赞了，我超喜欢的。让我看看这个观点应该没错。爷爷，你觉得我画的怎么样啊？很棒啊，颜色用的真好。哦，这里好多颜色啊，我会需要的。哦，你不需要画笔吗？你在那边干什么啊？画好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啦。我还没有弄完呢，现在要拿这片塑胶板慢慢往下拉。呜呼，看这颜色。你再看看现在如何啊？我的天哪，这，哇，这很棒呢，爷爷，我好喜欢哦。好哦，胶带准备好了，纸段贴在这边，可以开始画了。哦，比我想象中难呢。现在应该需要这个颜色，小心别把这条线弄乱了，这看起来实在糟透了。嘿，等等，爷爷那边有胶带，我拿。爷爷，这个借我一下。好哦，现在拿一段胶带，然后把彩色笔放上面排好，然后把胶带折过来固定这些笔。Yeah， 这肯定行得通，而且会很棒的。现在可以把彩虹画好了。Yes， 可以呢，我真是个天才。哦，画得真好。如果我们用更多彩色笔呢？哈，超多的！来看看我们能够画什么样的彩虹。你确定这安全吗？孙子啊，艺术从来就没有安全的。好啦，来看看成果吧。谁规定彩虹一定要是拱形的呢？让我从我们这边开始，然后拉到这边，现在一直拉到纸的另一边。最后回到开始的地方。哇哦，好了，看看我的杰作吧，看起来像是一只鸟呢。哇哦，卖画，快来买新的画作，只限今天。天啊，不了，谢谢。不，又没有人要。有陌生人，救命啊，攻击啊！冷静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人要买我的画。爷爷，你为什么在垃圾桶里啊？你拿垃圾干什么啊？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算了，你看清楚咯。先把锅盖放在纸上，然后用喷漆对着纸喷，整张都要喷满，喷到盖子上也没有问题。然后左下角喷白色，整个角都喷满。接着拿一个塑胶袋出来，用胶带轻轻拍白色的部分，就会把白色擦掉一点。好了，然后喷一些白色的小斑点。现在把锅盖拿起来，大功告成了。哒啦！哇哦，爷爷，这实在太美了，而且真不敢相信，创作过程原来这么简单。来，送给你吧。我要那幅画，钱通通拿去。我需要一点启发，这个害我很饿。哦，有了，我都有准备才来。你开我玩笑吧？什么？我得吃东西。你老是用胃在思考。妈妈，做点什么啦？抱歉，小乖，这不用很久。完美是赶不来的。好无聊哦，这样不公平。你快点好吗？艾玛不高兴了。那个给我，拿你自己的米。不，看你做的好事。我们待会再讲。到处都是米了啦。
等等，我有点子了，我要在水杯里放几滴食用色素，把它搅一搅，然后加米，我再来需要粘胶，把胶涂在画上，只涂在草地区，然后要用米，把米撒在粘胶上，画上面不同区域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米，再把多余的米吹掉。哇哦，这样子美到可以吃，你觉得呢 ，Emma？ 哈，哇哦，我很喜欢。爸爸，你呢？啊 ，Emma， 你又讲什么了？等等，怎么回事？只能这样子处理了。哦，我为了家庭付出。嘿，爸爸的样子好呆啊！我还没完嘞，我还需要纸。你看看啊，还是自画像。嘿嘿，很棒。不过妈妈赢这回合。谢谢小乖，你不用自己打扫房间了。哇哦，这个有趣。哦，这是什么啊？你看看它。Emma， 放下来。不要。小朋友，马上住手啊！你有在听吗？哦，他的眼睛又在抽动，麻烦了。放轻松，试试这个，给我拿来。我感受到压力融化开来。啊，好多了 ，baby 就是等我。等等，我应该可以用这个。我从桦树开始，就是爱大自然呢。黑笔超适合画树枝跟树干。嗯，看来不错。然后拿一小块泡泡纸，沾上颜料，把粉红色跟白色混合在一起，再画上拍一拍，做出树叶的形象。这是美丽绽放的树 ，Emma， 你喜欢吗？哎呀，我笨笨。哇哦，妈，好厉害哦！嘿、hey, ，也许我可以用这个。我知道怎么办了。我帅气吗？没人说更好看，我就是艺术品啊。你认真的吗？爸爸好棒哦！优胜者是妈妈。又赢！哇哦，我真是荣幸。真的吗？我来抽泡泡哦。这次要画什么啊？哈，能什么？还以为我看到了一只熊猫。有了，和你们的模特儿打声招呼吧。这一次我一定会胜利的。我是个厉害的熊猫画画机器。我需要一支笔和一个盘子。哦，还有一把尺，我得偷偷拿过来。好了，需要的东西都到齐了。把盘子放在纸上，然后描出它的形状，这样就可以画出完美的圆形了，完全不需要任何昂贵的工具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？啊，对，我需要那把尺，在圆圈中间画一些线，一直往下画，然后要在每一行画上垂直的短线，尽量分布均匀。是一面墙壁呢，现在来加上一些细节，要在每条短线的顶部和底部加上一些颜色，像这样。然后我需要一个小盖子，要用它来画半圆形，这就是我的熊猫，帮它画上笑脸吧。看看它的笑容，现在要画出它的手，还少了什么呢？啊，少了耳朵，这边一个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我的熊猫好像饿了，给它画点点心吧。所有的熊猫都爱竹子，所以我帮它画了一盆小竹子。现在我把绿色的笔拿出来，用它在盆栽上再描一次，还有后面的树，再帮熊猫加上红彤彤的脸颊。哇，太棒了！你喜欢吗？画得真好，我怎么和它比啊？我的纸弄皱了，那就将错就错吧。把纸往下折一下，在纸上画出一个盒子，折痕的地方也照画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这是盒子的上半部，现在要在中间画出两条直线，然后要画个蝴蝶结，要画漂亮一点哦。来上色吧，这会是个美丽的惊喜。缎带的部分也要上色，盒子则用红色的，记得不要画出界哦。现在把纸打开，该来画我的熊猫了。先画三个圆圈，我会画几只熊猫。耳朵要用黑色的，然后是眼睛，另外的圆圈也一样，接着要画身体了。
把身体涂上黑色，好可爱哦！在上面加点爱心，它们当然是红色的啦。好了，画好了，你看看吧，你觉得如何？我可是很努力画的，拜托选我吧。Brian， 这一局赢了，你听到了吗？哇，我妈一定超骄傲的。哇，看看这些艺术作品，嘿，你看这个，它看起来很可笑哎。来吧，我们走吧，还有更多值得看的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哦，糖果，把手拿开。你慢点，这是我的，我想要，我先看到的，放手，给我，哇，下糖果雨了。我美丽的头发，流氓，小心，你们有大麻烦了。别动，谁都不准弄乱我的头发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搞不懂哎。我看起来很不错哦。哦，这不公平。嘿，规则不是我定的。我好无聊，我睁不开眼睛。你最好别打鼾。等等，你看那个神秘宝箱，你瞧瞧，这太棒了，真的有这种事，我们转运了。请等一下，我们需要找个东西。嘿，在做什么？耶，臭钻头，这是什么？哎，那离我远一点。耶，什么都不剩。让我想想，也许我可以用这个。值得一试，我就这样拿着包包，然后拿起画笔，我会把袋子漆成黄色，我想覆盖底部。接下来我需要一张黑卡，我会把袋子压在上面，该来创造艺术了。这很有趣，我想要做满整张卡片。哇哦，看看这个，目前为止一切顺利。我会在周围画画，然后添加一些细节，开始有模有样了。现在用橘色颜料，这让我觉得很饿。来，准备好了，我非常满意，很多橘子。哇哦，我现在就想要一颗多汁的橘子。管家，这样子就对了，正符合我的需求。嗯，闻起来很香。哦，我好嫉妒，我可以吃一片吗？不，我不这么认为，都是我的，而且我不要跟任何人分享。这太棒了，我一整个陶醉其中，味觉的想念呢，我感觉到启发。我们动手吧，我要在这块海绵上涂红色颜料，我不会一路涂到底，把一小部分涂成绿色应该可以了。该上色了，我要做出扫动的动作，这将成为完美的西瓜。哇哦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哎。但这样还是不对，它们需要黑色种子，我要用笔来画，把它们加到每一片西瓜上。我开始流口水了，真是太棒了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我是天才。等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我做的吗？哇哦，我从来不知道我能画出这个。我们做得非常好，做得好。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，好刺激哦。我们来看看。哦，你看，这是泡泡，好神奇哦。你看他飞，爆了，哈哈，太好笑了。这给了我一个想法，我只要从包包里拿个东西啊，在这里，我最喜欢的泡泡糖，好吃，这个最赞了，我来挤一挤，出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我等不及了，好黏哦。好，你看着，我要吹泡泡。好厉害啊，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你会知道的，我要用一张纸抵住它，然后爆掉它，感觉很好，我拿到完美的泡泡，留下深刻印象，对吧？我该如何打败它？那是什么？该找点乐子了，我需要我的鞋子，希望这招有用。稳住，我的塔，哇，要这样玩是吧？炸弹来袭！哎呦，好痛啊！等一下，
我有个想法，我需要帮管子上色，只要边缘就好，一路用白色涂一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我需要一张黑卡，把管子搬过来，然后把颜料压在卡片上。我想要很多小圆圈，我要到处印。现在添加更多颜色，就会让它更像气泡。哇，太神奇了，有好多泡泡啊！你觉得如何？我想是还可以了，我比较喜欢我的。我们就算平手吧，听起来不错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可不是所有人都进得了教室。给我站住！你知道我是谁对吧？要是被我爸知道你就好了，他肯定会超不爽的。好了 ，Thank you。就只是一些零钱，不必捡了。哼，富家子。那个保全真是可怕，搞得我好紧张哦。好啊，来吧，我可以的，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。别动。那个东西安全吗？就知道他们这样。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，快走开，穷光蛋。有必要那么刻薄吗？搞什么？哎呦，真的很痛啊！这地上是什么啊？这些是钻石吗？哇哦，真的是钻石哎！你有注意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是不是亮晶晶啊？那么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让扫描器来决定吧。我觉得这次应该会很幸运。啊，扫描器说你有钱，我不懂，但是扫描器从不撒谎。你进去吧。真的吗？我是说，那当然。我得准备一下上课了，把我的书拿出来。不知道今天会学什么，希望有趣一点才好。太好了，没迟到。刚刚飞胶，加油啊！我们可以继续了吗？我还预约了晚餐呢。哇，看看那本笔记本。我知道，很特别。但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呢。不，不会吧？看看我的手机。眼前的一切根本就难以置信，我想摸一下。当然不行。挺酷的，对吧？我现在的心情想要杯子蛋糕。来把它贴在笔记本上吧，看起来很棒哦。会嫉妒是正常的。我的笔记本太平淡无趣了，我一样好东西都没有。啊，人生真的很不公平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不如先剪下这些图片吧。嗯，这让我好饿哦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了，但还有事情没做哦。就知道应该按照食谱来做的。让一让，别理我，我得找到正确的东西才行。哈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不，不是牛角面包，我需要的是这张烘焙纸，轻而易举，不能让他看到我，真是完美犯罪哎！还差一点点，把烘焙纸剪成正方形，然后把图片放在上面，接下来用胶带把它们盖住，要贴平贴好，不能有任何皱褶。现在把它们剪下来，要慢慢来，顺着外框剪就好，看起来不错哦。现在可以撕掉烘焙纸了，来把它贴在我的笔记本上吧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其余的贴纸也一样。哇，看起来马上好很多了，别忘了披萨哦。Hey，Alex， 你看这个。什么？看看这些颜色，这些图片。哇，我喜欢。正希望你会这么说。这一坨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要一碗那个。我去上烹饪学校就为了做这个嘛。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称它为绿色的东西。给你，有一点黏糊糊的。等一下啊，你慢慢来，快从汤匙上下去。谁需要用碗呢？下去了。你慢用啊。看看这些东西，免费食物哎！我绝对不会吃那个的。我叫外卖。嗯，看起来不错呢，这些颗粒让它格外有风味，好吃，等不及了。真的好恶心啊，它怎么吃得下去啊？管家啊，这才像话，谢谢您管家。我比较喜欢高级一点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比新鲜的寿司更好的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啊。
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是什么嗡嗡声啊？是一只苍蝇呢，它在我的寿司上，我该怎么办？它被毁了，我快要吐了。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就只是一只苍蝇罢了。Hey Alex， 可以给我吗？请便。希望你感觉好一些。滚开吧，苍蝇。嗯，真是精致，真的超好吃的。真不敢相信他们让我坐在地板上，这样工作真的很难。啊，是在下潜雨吗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然后他们给了我一颗钻石，一颗，能想象吗？快要上课了。啊，正好准时。啊，我得走了，以后再聊吧。你要去哪里？在那里等一下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让我看看你。我可没时间这样耗啊。正如我所想的，你没有穿衬衫，我们走着瞧吧。爸爸，快派直升机来，现在就要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世界末日了，救救自己吧。哦，是特别送给我的快递呢，谢谢你们，这正是我需要的，来把它穿上吧。这应该可以啊，把它塞进去，一定要看起来不错。我一向看起来不错，好戏开场了。我现在可以进教室了吗？嗯，等一下啊。啊，好多了，你符合要求。对不起，造成你的不便。谢谢你。我要怎么办呢？也许我可以把我的 T 恤藏起来。在那里等一下啊，我需要检查你的服装。别到处乱动了。我喜欢这个游戏。别动了，闹够了吧？他来，无法过关。人家只是想要上课。等等，我有个主意了，我会像这样剪一段纸，然后把它绕在我的脖子上，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可爱的领子了。赶快走吧。哇哦，挺惊艳的，这个领子真是不错。你进去吧。谢谢。你看 Alex 很时尚对吧？我比较爱意大利丝绸而不是纸，但我有自己的规则，我才不要有领子，这些应该丢到垃圾桶。真的吗？我得赶快准备上课用的纸了。哦，都给忘了，看来只好用这个了，时尚又实用。我敢打赌你的衬衫不能这样。啊，真的好难哦，实在有太多东西得学。真的，我什么也不懂啊，这根本说不通，到处都是我的笔记，我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才行。那么赶快开始吧。你就这样慢慢弄嘛，我比较喜欢用这个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啊，你看，把纸放在这里，然后转动把手，它就会把纸撕碎了，又快又简单。哇哦，真是太神奇了，真希望我有一台碎纸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有我自己的碎纸机啊，这样的效果同样出色，感觉真好。全部搞定了。但桌子还是没有整理好，还有一大堆纸，真的太有趣了。哇哦，有人忘了一瓶汽水呢，罐子里还有剩很多呢，我是在做梦吗？肯定超好喝的。哦呀，正中红心哎。哈，真的是太好笑了。哇，好多零食啊，我不能一边吃一边拿着手机。那我把手机放在这里好了。讨厌。你需要帮助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确定吗？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先把罐头压扁一点，试试这样。哇，太神奇了，真是完美，你真是个天才，杨片。可以回家了吗？耶，下课了，我们走吧。等下想一起出去吗？看来我得打扫一下了，这些孩子们实在有够乱的，看看这个，就是学不会。好吧，这样好多了，这种屋子最麻烦了。啊，做得好。跑哪去了？明明留在桌子上的。
有事吗，小朋友？我的桌子上应该有个玩具，你有看到吗？那是我的最爱呢。抱歉，小朋友，我没看到啊。现在我得来拖地了。等一下，一个小孩怎么会搞出这么多垃圾啊？全部丢掉吧，给他们一点教训。啊，这根本就是垃圾，应该没了吧？可以拿去垃圾车了。好了，我好像把它丢在垃圾车上去了。哦，或许我有办法。这个海绵应该可以用。你需要我打扫吗？先把一块粘土搓软，然后用一块玻璃把它压平，这样厚度会平均一点。剪下一小块海绵放在粘土中间，然后把边边折起来，要把海绵完全包住，再用玻璃压平一下，把它变成一个光滑平整的正方形，像这样。然后可以来发挥一下咯，挖在粘土上画个笑脸，大大的笑脸。当然也会做其他人物，他们又软又好捏。这些给你。哇哦，他们好棒哦。哇哦，我超爱的，谢谢。啊，小事一桩啦，小朋友。等一下，我的地板，我好不容易清干净的地板。看起来很棒哦，眉尾画得真完美。再来点口红，真高兴有时间化妆。我最爱美术课了，我看起来就像一幅杰作。Debbie 的话就很难说了，赶快把妆画完吧，来画一个小翅膀眼线吧。嗯，有进步空间。啊，再试一次吧。还是画不出我想要的效果。怎么那么难呢？啊，你在干嘛？撕掉我画上的胶带啊。效果很棒哎，看起来不错吧？Yeah， 这倒给了我一个主意，我也需要一些胶带啊哈，这个可以，等一下一定会美呆的。把胶带贴在鼻子下面，然后往脸的上方拉，然后在眼睛旁边加一点。我知道看起来很奇怪，不过相信我，要把我的眼线揉开，胶带就好像模板一样，撕掉以后就有个完美的小翅膀眼线了，很厉害吧？而且超简单的。Hey Debbie，看这边哦。哇哦，这送给你。谢谢。超无聊的，好多功课得做，或许该休息一下，为无聊的一天加点乐趣吧。把 iPad 放这边，哦，要把它架起来才行。这个不行啊，拜托，很烦哎。我想我有办法了，不准偷看，等着吧。这还差不多，这个架子真棒，这比功课好多了。把一个档案夹打开，在角落挤上胶水，大概和 iPad 的形状一样。拿一些布条来，贴在胶水上，记得要贴紧贴好。现在把 iPad 插进去就可以了，这会把它固定好，很聪明，对吧？我超爱这个频道的。David，怎么回事啊？哦哦，得藏起来了。嗯，真有趣。看起来一切如常。乖孩子，你继续做功课吧。好啊。我看到哪了？超好笑的。你们的考试成绩在这边。嗯，就知道会考优等。什么鬼？被当了？不会吧，我考优等。哇哦，我比书呆子还要聪明哎。酷哦，别难过了，我有办法的，相信我，我可以把坏成绩拿走。你真的被当了啊？抱歉，真的很难相信。好了，现在换一个优等，然后用修正液把纸粘起来。你在干嘛？你等着瞧吧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拿去吧。啊，等等，我又变聪明了，谢谢你 David， 真是聪明。等等，你贴错考卷了。对啊，看来我有考优等哦，也许我真的没有那么聪明啊，真的。我该画什么呢？哦，我知道。啊，魔法能做得比我棒，非常好，我就画一朵雏菊，它非常可爱，我喜欢它。
看你的作品是怎么画的。画得非常好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这里呢？好，至少你试过了。现在他走了，我有个秘密。哇，为何你要喝颜料水啦？不是哦，给你看看。看，它其实是橙色芬达。不是吧，你太聪明了。谢啦，给你，来一点吧。真解渴啊。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在喝颜料水。我薪水那么低，还得处理这问题。变形中的魔法棒移动非常重要，你试试。哦，老天，我们的根本没用。哦，连第二次都失败了。你得继续练习。这次我知道会做到的。不是吧，奏效了，我做到了，我变出一个真正的汉堡。哇，我也想要汉堡。啥？我拿到了相反的。我猜我没有汉堡了。幸好我有备用零食。来吧，项链，该来开吃了。好多了。嘿，你从哪儿弄来那条糖果项链？我变出来的，很容易，我就用了奈角的彩虹糖。看到没，我还做了手链，给你，你可以吃它。是的，这会很棒。嗯，真好吃。刚才我怎么说的？嘿，他们在教室吃东西。禁止带食物。啊，我长脚了。不，我不要猪鼻子。哇哈哈，这会教他们别违规。这节课好无聊。重要的是要知道人类头骨的结构。这个考试会考哦。我最好把这些都写下来。哼，糟糕，还好我有这橡皮擦。好的，完好如新。无聊到不能再无聊了。我觉得这门课永远不会结束。哦啊！哎呀，我在纸上挖出个洞。哦，我挖穿了整个笔记本。哎呀，我猜我该放下笔了，该用这个橡皮擦了。过来，我告诉你我的秘密，这不是真的橡皮擦。拿块橡皮擦撕掉包装纸，然后拿起我的刀，然后我切掉了末端，其实是两头。接着该来涂点胶水了。我在橡皮擦末端的顶部放了一条线，然后我把末端塞回包装纸，然后用呆子糖塞满包装纸，它们很小，所以能塞得刚刚好。然后我把另一端塞回包装纸，就这样，我做好小零食袋。瞧，它看起来就像是橡皮擦。给你吃点糖吧。嘿，我们也能吃点吧。好，可以吧？别忘了我。好的，给你。等等，交出来。啊，老天，我的呆子糖，真扫兴，他拿走了我的假橡皮擦。但是嘿，看，我还有一个。点心时间到，好多选择。五十块。那这个呢？我不知道哎。哇，看看那家伙，超多奶油的，就要那个吧。哇哦，你要和我一起回家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想得美 Matthew。 你是聋了吗？快点。
能闪开？天哪，一点分量也没有！不，哇哦，这下我火大了！我知道了，终于啊 ，Matt， 嗨，你护卫子付出代价的，我还没做完呢。希望你现在很舒服，因为马上就要受苦了。为了甜点，做什么都在所不惜。再见了。嗯嗯。我的腿好痒啊！哎，真不敢相信又到星期一了。对啊，这里好冷哦。对啊，是有点。今天最好不要有考试。对，没错，反正我也不读书。好啊，同学们，今天要考试，果然没猜错，没有代码。你是说这些吗？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？首先要贴上指甲，一旦指甲紧紧贴上以后，把一样大小的纸贴在上面，轻而易举，所有的答案都掌握住了，超赞的。你的在哪里？你正看着他们呢。哈，我的汽水啦，瞧，答案在这里。聪明对吧？做起来也非常容易，只需要把它翻转过来，在上面写下答案，然后再翻转过来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我知道，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好了。我生下来就准备好了。哇哦，该来翻转了，在这里呢。可以来看答案了。大家好，朋友们。等一下，时间到。做得好，同学们。我考几分？我呢？超棒的。我们成功了！呜呼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可不是所有人都进得了教室。给我站住！你知道我是谁对吧？要是被我爸知道，你就好了，他肯定会超不爽的。好了 ，Thank you。就只是一些零钱，不必捡了。哼，富家子。保全真是可怕，搞得我好紧张哦。好啊，来吧，我可以的，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。别动。那个东西安全吗？就知道他会这样。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，快走开，闯光带。有必要那么刻薄吗？搞什么？哎呦，真的很痛啊！这地上是什么啊？这些是钻石吗？哇哦，真的是钻石哎！你有注意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是不是亮晶晶啊？那么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让扫描器来决定吧。我觉得这次应该会很幸运。啊，扫描器说你有钱，我不懂，但是扫描器从不撒谎。你进去吧。真的吗？我是说，那当然。我得准备一下上课了，把我的书拿出来。不知道今天会学什么，希望有趣一点才好。太好了，没迟到。刚刚飞机要加油啊！我们可以继续了吗？我还预约了晚餐呢。哇，看看那本笔记本。我知道，很特别。但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呢。不，不会吧？看看我的手机。眼前的一切根本就难以置信。我想摸一下。当然不行，挺酷的，对吧？我现在的心情想要杯子蛋糕，来把它贴在笔记本上吧，看起来很棒啊。会嫉妒是正常的。我的笔记本太平淡无趣了，我一样好东西都没有。哦，人生真的很不公平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不如先剪下这些图片吧。嗯，这让我好饿哦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了。但还有事情没做哦。
就知道应该按照食谱来做的。让一让，别理我，我得找到正确的东西才行。哈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不，不是牛角面包，我需要的是这张烘焙纸，轻而易举，不能让他看到我，真是完美犯罪哎。还差一点点，把烘焙纸剪成正方形，然后把图片放在上面，接下来用胶带把它们盖住，要贴平贴好，不能有任何皱褶。现在把它们剪下来，要慢慢来，顺着外框剪就好。看起来不错哦，现在可以撕掉烘焙纸了，来把它贴在我的笔记本上吧。看起来不错哦，其余的贴纸也一样。哇，看起来马上好很多了，别忘了披萨哦。Hey,Alex, 你看这个。什么？看看这些颜色，这些图片。哇，我喜欢。正希望你会这么说。这一坨是什么东西啊？嘿，我要一碗那个。我去上烹饪学校就为了做这个嘛。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称它为绿色的东西。给你，有一点黏糊糊的。等一下啊，你慢慢来，快从汤匙上下去。谁需要用碗呢？下去了。你慢用啊。看看这些东西，免费食物哎。我绝对不会吃那个的。我叫外卖。看起来不错呢。这些颗粒让它格外有风味，好吃，等不及了。真的好恶心啊！他怎么吃得下去啊？管家，啊，这才像话。谢谢你，管家。我比较喜欢高级一点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比新鲜的寿司更好的了。看起来好好吃啊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是什么嗡嗡声啊？是一只苍蝇啊！它在我的寿司上，我该怎么办？它被毁了。我快要吐了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就只是一只苍蝇罢了。Hey Alex, 可以给我吗？请便。希望你感觉好一些。滚开吧，苍蝇。真是精致，真的超好吃的。这游戏真好玩哎，我超爱的。啊，我在找的就是这个。哎呦，我的画笔掉了，我来捡。没关系。这下要淤青了。对不起，谢谢啊。哦不，水打翻，弄得到处都是。那张纸不能用了。为什么这种鸟事总发生在我身上啊？真的很烦人呢。等一下，我有个想法了。在纸上滴一些墨水，水会造成漩涡，看起来很不错呢。再加个几滴，哇哦，真是完美，就像两个头像一样。他让我想起了刚刚那一幕，你觉得呢 ，Essie？ 你喜欢吗？哇，这真美，真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。还有一件事，真希望你会这样。各位同学请注意，今天大家要画独角兽。啊，哇哦，你看，我迫不及待要开始了，一定会很棒。我爱独角兽，这会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作品，它一定会非常漂亮。好了。画完了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哦，我比较喜欢我的。你是怎么画的？简直像一件艺术品一样。我的独角兽超丑的，我得想想办法才行。我有个主意了，先快速拍一张照片。嘿嘿，我真狡猾。还有一件事要做，动作快一点。Nope。嘿，宝宝。好可爱的独角兽啊！你可以帮我画它吗？这样啊，没问题。我需要这个玩具马，把它放在纸上，然后在它周围描绘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相信我，这可不是我第一次画马儿。快来看吧，一只超美的独角兽。和图片上的一点也不像，真的蛮糟糕的呀，爸爸。怎么大家都要求那么高啊？但我有办法的，给我一秒钟啊，它需要上一些颜色。看吧，一只雄伟的独角兽完成了。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吗？这是一只独角兽，那是对自然的侮辱。我还蛮喜欢的。让我想想看啊，肯定有什么办法的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没错，这应该可以啊。先把相框中的玻璃拿出来，这个肯定有用。灯也关掉，来动手吧。先把这匹马放大一点，
然后把口香糖粘在电话的侧边，接着把手机竖起来，调整一下相框玻璃的角度，看起来差不多了。玻璃会把独角兽投影到纸上，然后会把它描出来，简简单单，沿着线描出来就对了，小心慢慢来，这样才能够完美。描完以后就可以上色了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， S 一定会喜欢的。用粉红色铅笔来涂头部，然后要用圆子笔，这样才有阴影。应该差不多了，玻璃可以拿开了。哇哦，真是太棒了，谢谢爸爸。我该做的了，该回去上课了，不能让任何人看见我。聊回来了，我完成我的画作了。哇哦，真是太棒了，它看起来和原版的一模一样。哇哦，你真是个艺术家耶， Essie。 看来是啊。先把牛奶倒进碗里，然后加几滴食用色素，先滴红色，然后是蓝色，当然还有黄色。现在拿出棉花棒沾点肥皂牛奶，你看颜色会动呢，要往什么方向都可以。现在来混合一下。好无聊哦，不知道可以干什么。有了，来画画好了。先用橘色的颜料画画，真好玩，发挥创意的时候绝不会无聊。不过记得要喝水。哦不，我少根筋吗？忘了手指上都是颜料了。糟糕，弄那么脏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玻璃杯上都是颜料。等等，我真是个天才。好哦，拿个干净的杯子出来，用手指沾上颜料，应该够了。然后要在上面画一圈波浪线条。很好，再画个几条，接着在每个指纹下方画几道。完成了，怎样？很可爱吧？好像有小灯泡围着我的杯子一样，肯定比原来好看。真不敢相信是我想出来的，可以喝多一点果汁了。一点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嘿，喜欢我的新夹克吗？我在减价时买的，打五折呢，很棒吧？对呀，很漂亮。不过你看看我的新夹克吧，你觉得我的新手机壳怎么样？亮粉是去年流行的啦，我的是 Puppet。算了，你看我的笔记本上面有贴贴纸哦，有爱心、小星星，还有一个冰淇淋。什么？我的笔记本既平凡又无聊，这可不行，肯定有办法的。有马克笔。等等，我有个好主意了。拿出马克笔和美工刀，用刀把笔芯前面切掉，然后刻几刀刻出心形。看看它多可爱。然后把笔记本拿过来，它就像印章一样，而且刻什么都可以。好了，现在我也有爱心和星星了。你看，我的笔记本也有，而且连贴纸都不用。哇哦，真不敢相信你自己做的耶。松鼠得把我的冰淇淋还我，不要石板接口味的。可以画画了，我是艺术家，我画画超厉害的，好好玩哦。不，我弄脏他的电脑了。我知道了，赶快擦掉就好。等一下，越弄越糟，糟糕了，现在看起来整个一团乱，都是粉红色的，他一定会很生气的。他醒了。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看？你有点怪耶，很可疑。等一下，我的笔电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把它弄成粉红色的啦。那是什么？吸管吗？等等，我有办法挽救我的电脑了。好，我们需要被弄脏的笔电和更多颜料。没错，要用更多颜料才能解决问题。要白色和黄色，还要紫色，好美哦。或许再加点咖啡黄。好哦，把吸管拿出来，然后对着颜料吹，用空气让颜料在电脑四周移动。
继续加油，色彩缤纷的超好看。图案和纹理看起来都很酷，哇，真是一件艺术品呢，好漂亮啊，令我想起海上的海浪，真不敢相信成品那么漂亮，哇，看他的电脑好酷哦。快要堆好我的食物了，不，掉下来了，讨厌，都弄不好。等一下，上面那些是颜料吗？是，是颜料，还有画架，他忘了收起来了。我要来画画了，他在附近吗？我可不想被逮到。他不在，门是关着的，可以来画画了。这个粉色真漂亮，我喜欢，我画的好棒哦，简直是最棒的。好哦，东西买来了。什么鬼啊？嗨，你看我在画画呢，很厉害吧？哦，是，还可以啦。我要怎么办？画布都被他毁了。有了，我有办法了。首先把画布拿过来，完美的 A 字。接下来要用他刚才用的粉色，这边用蓝色，再来点蓝色和黄色，所有颜色都来吧。然后可以用海绵来清洁了。开玩笑啦，这是创作的一部分。我们会用海绵轻轻拍打所有的颜色，弄到中间的胶带也没问题。这种画法还蛮好玩的嘛。不过可能比较花时间，想要结果就得花时间。呼，好了。终于把画布都涂满颜色了，然后要把胶带撕掉，很容易就撕下来了。哇，看起来好棒哦，成品真不错。哇，好厉害，你真是画画高手，帮我也做一个吧。嗯，这毛线怎么都打结了呀？哇，奶奶你看，啊，哦不，我的毛线。糟糕了，不不不不，我的画被毁了。奶奶，你看看你的毛线弄的。等一下，毛线，毛线，哦，对哦。反正都已经在颜料里面了，我有办法了。好的，画布上是黑色的颜料，现在我们要金色的毛线，把它们画在画布上，这边也要。好哦，整幅画都要摆满。接下来要把毛线没有上色的部分贴在桌上，准备好了吗？要把它们从桌布上拉下来吧。好了，毛线都拉下来了。你创作的这幅画真是太棒了，你绝对是奶奶见过最厉害的艺术家，还真是我的佳作呢。哦，它真漂亮，要来看看我的才华能不能使它心动咯。先从蓝色开始，当然也需要其他颜色，这颗爱心肯定要用粉红色。好了，他肯定能看出我的心意的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你做给我的吗？啊，给我拿出去。哎呦，我可不想要那样的结果。没错，这幅画超烂的。等等，怎么搞的？哦不，我的手上都是颜料，今天真是超倒霉的。在我把四周都弄脏以前，赶快洗手吧，需要用肥皂才行。等一下，哇，看看这边泡沫都有颜色呢，我可以将功赎罪了。拿一碗水和洗碗巾，当然还有我的颜料，用冰棒棍把它们搅拌好。好了，有一点泡泡了，但是不够多，所以要用吸管吹气进去。哇，好多泡泡哦，不停出来呢。好了，吸管可以丢了，现在把纸放在泡泡上，像这样。哇，泡泡印到纸上了。嗨，我做了这张卡片给你，你为我做的呀。哇，我好喜欢哦，好漂亮呢，我的天哪。你要陪我走去教室吗？当然好咯。我可以看了吗，老妈？生日快乐。耶，谢谢妈妈。我有东西要给你哦。真的是给我的？你应得的，亲爱的。哇哦，不知道
道是什么。哦，真是令人兴奋，我最爱惊喜了。哇哦，是一台 iPad 啊！哇哦，谢谢妈妈，真太棒了！我好高兴啊，爱你啊，亲爱的。嗯，我有个主意了，我要来画画。嗯，很不错呢，是一只美丽的蝴蝶。哇哦，轻松又简单。等等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哇哦，你看，真是太神奇了，还可以画些什么呢？嗯，我有一个点子，我该画吗？好，我要把它画出来，我要画一整叠的钞票，然后稍后片刻，有变化了，好像有用了呢。哇哦，看看这些钞票，哇哦，我变富婆了，从来没看过那么多钱呢，而且是真的呢。等一下一定要去大血拼，不过我得先画另外一样东西。来吧，先画出淡淡的轮廓，然后把它描深一点，接着要来画眼睛，看起来真不错呢。接下来要画鼻子和笑容，我喜欢。然后是身体，这件外套看起来真舒服，我也想要一件呢。主要的部分都画好了，现在要来画细节的部分。先在头巾上加上标志，螺旋形的一个标志，来加点颜色吧。头发要用黄色的，金色的头发很适合它。头巾要用蓝色，用不同色调的蓝色，然后加上阴影，这样才有对比。可以加点金属的效果，超逼真的。皮肤则要用浅粉色，鼻子和耳朵底下要用比较深的粉色。用 iPad 画画，让我们更容易表现出质感和逼真感。只要找出光线照到的地方就对了。接着要选择不同的色调，脖子要用深一点的粉红色，这是阴影的部分。在头发上再加点细节，这样头发看起来会尖尖的。然后把他的眼睛放大，这个男孩会有一对蓝色的眼睛。现在我要在上面画一些黑线，然后要选择切割工具，小心的围着眼睛，还有眼皮，然后把颜色去除。接下来呢？我知道了，他的衣服，我真爱这个颜色。衣服也要打阴影，画好了以后就可以把外套其余的部分填满了。这次要选牛仔布的蓝色，真快耶！加些黑色吧，要选择一条细线，要加点胡须，因为为什么不呢？加上背景颜色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哇哦，太赞了！奇怪，怎么那么久啊？终于啊！哇哦！嘿，怎么一回事啊？你是我画的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个是我的生日派对。趁他分心，我得赶快行动。还好他不戴眼镜的时候根本和瞎了一样，这一定很好玩，看你的了，变变人。好多了，来复印考卷吧。专心，现在是考试，可不是好玩的。给你，这是你的。嘿，你看看，变变，哈哈哈哈，考卷被毁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考试就要开始了。Madison， 你的好记了，我应该温习的，真的应该温习的。或许有人可以帮忙。数学真好玩，太令人兴奋了。哇哦，那生活也太无聊了吧？不过，嗨，好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当然，不过得付出一点代价，试一下就给你所有答案。我也没有那么想要吧，不了，小变态。来，用点脑，你可以的，就是数字而已。你整个没有用，不对啦，拜托了，脑袋瓜。Madison， 时间不多了，你最好快一点写。我也想。哦，嘿，亲一下对吧？太棒了，哇哦！就亲一下，就当作是亲自己外婆吧，咬在脸颊哦。哦，需要数孔，亲完了，答案可以给我了吧？
好的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过来，你看，要计算答案，先把算式写出来，把两个数字加起来，6+4=10，然后把10减掉2，也就是8。下一个答案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只是这次要拿2+5，也就是7，然后把7减掉2，这次答案就是5。哇哦，好聪明哦！谢谢，我会做了。一个答案是8，然后是5。他所有答案都会耶，干嘛？可以帮我吗？好吧，你得亲我一下才行。我想应该值得吧？不公平，他是我的女朋友。好有趣哦！哦嗨，看看我带了谁来？一只小狗哇，我可以摸吗？当然，它叫毛毛，真是完美的名字，你真的太可爱了。没错。嘿，大家好。嗨，我真是漂亮。什么事？走开！不要，随便，我可以付钱给你换座位。不要，你收买不了我的，好吧。哦，可爱的小狗狗，很不公平哎！他以为他是谁啊？我快气死了！不该拿着巧克力出气的。嗯，要抱抱他吗？当然好。啊，我知道怎么报复了，要安静偷偷来，先把巧克力包装一角剪掉，然后寄到他的笔记本里面。好了，他真是一只可爱的狗狗。天哪，那狗狗也太坏了，操我的！成功了，让我把这个丢掉。我回来了 ，Hello 毛毛，乖宝宝。考试的时候大家最好安分守己，可以开始了。OK， 答案我都知道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或许可以装心脏病，不行，那很白痴。Chris。不准讲话哦，抱歉老师。嘿 Madison， 什么事啊？可以用这个巧克力换答案吗？你知道我喜欢糖，好哦，拿去吧。太棒了，早该想到了。答案在找这个吗？对，我是在找这个。嘿、hey, 如果你要这个答案给我，我刚已经帮过你了，很烦耶。来咯。是吗？这个该去垃圾桶。是他，是他，我没有，你有，才怪，大骗子。我教的真是一群蠢材，只不过想看这本书。再试一次吧。嘿嘿，又怎样？看到这巧克力了吗？两个够吗？好哦，成交。嗯，该怎么做呢？哈哈，我知道了，我有办法了。打开笔记本，将胶带贴在页面的边缘，然后再整页重复这个动作。接下来拿个海绵剪成小块，将其中一块贴在荧光笔上，现在可以用它来擦掉任何你写的东西。没人会知道的。嘿，你要答案吗？看这边。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可以啦。太好了，谢谢。我不可能算得出这答案的。那边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老师。你看，我应该是看错了。真是好险。嘿，巧克力拿来。很高兴跟你合作哦。这一场练习太赞了，感觉好多了。等等，我是该带笔记本什么的吗？有了，我需要用来写东西的那个笔。对，没有，下面没有，那我怎么办啊？
嘿，聪明的女生，呦呼。我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借一支笔吗？好的，我应该有多的，给你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哦不，淡了。嘿，聪明的女生，这支坏了，可以借另外一支吗？小心点啦！哇哦，一连两只，你不会相信的。拿去，给你这只。希望他有保留收据。嗨，聪明的女生，这是我最后一支笔了。OK， 好啦。等一下，这个果汁盒可能有用，或许吸管可以帮忙。这样应该可以。把笔打开，放一点胶水在笔管的下方，像这样，然后把笔管插进吸管里面，一直到胶水的位置，看起来好像吸管的笔。没有人会再借吗？哇哦，好酷哦！我可以借一支笔吗？这些是吸管啦，抱歉。好吧。哎，老兄，你有笔吗？太好了，我可以做自己的事啦。今天的题目是独角兽 puppet。最后做完的是卤蛇。我赢了！耶，我赢了！哈哈，准备好了？拜托，我一生下来就准备好了，这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我必须赢，快点，加油，快点！我要赢太容易了，你准备输吧？哈，想得美，快好了。真正的艺术是来自……算了，得继续才行。我的铅笔不能用了，这些也用完了，这些也废了。他在干嘛？最后一部分了，拜托，我得画完才会赢。我需要其他铅笔哦。他画的如何呢？慢慢来，稳稳赢。我不能让他赢，但我没有铅笔了。等等，他没铅笔了，我一定会后悔的。给我看看。我应该有办法的。有了，我想到了，可以用这个吸管。拿一根吸管，然后把铅笔头放进去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现在你就有铅笔来写字和画画了。我可不能侥幸的赢。嘿，给你的铅笔。这样我就可以完成我的画作了，谢谢。没问题。等一下，数三二一，开始。过来拍一下啊，闺蜜，这些笔真可爱，我们真幸运。我知道，但全因为我们搭配得很好。我的意思是颜色当然要配好。我想得看看这个什么。无所谓了。哎，桑尼，你的铅笔在哪里？我的铅笔，哦对，在这里啊。哦不，这可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看到这个。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，给我一秒钟哦，我动作得快一点。找到了，总是把它搞丢。你们觉得如何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同学们，准备好了吗？考试时间到了，你们肯定要考零分了，开始吧。耶、yeah, 我最爱突击测验了。这下肯定不妙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我喜欢这道题目。Madison， 嘿，这边。哈，干嘛？你可以帮帮我吗？拜托。好啊，让我快速做个笔记，这上面有你需要的一切，让我以空游寄出。Sunny， 来了。快射吧。哦不，谅你也不敢，这我一定阻止的。我的纸飞机。不要再尝试了，我是认真的。好，没问题，好极了。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也许我很幸运才怪了。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我们一定想得到办法的。等一下，那个黑板。没错，我想到了，我需要我的笔记本，要帮它来个大改造，把它涂成黑色。但这可不是普通的颜料哦，是专给黑板用的。
我会用它来涂我的笔记本，记得要涂好涂均匀。差不多了，好了，现在要让它风干，应该不用太久的。现在拿一块粉笔，就可以把答案写在黑色的部分了，就像这样。然后还可以把它擦掉，真是完美，可以来帮 Sunny 了。他一定会感到惊讶的，而我又可以做更多数学题目，皆大欢喜。好啊，嘿 Sunny， 你看这个。哦，哇哦，我快算出答案了，我就知道。哇，谢谢 Madison， 抄好了吗？很好，别动哦。啊，那边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不准作弊！哎呀，我得擦掉答案才行，不能让老师看到。嗯，我没有作弊啊，看，只是一本笔记本。啊，好的，对不起，肯定是幻觉。大家继续考试吧。谢谢你 ，Madison， 你最棒了。别客气啦。等不及，赶快下课了。对啊，拖超久的。哇哦，终于下课了！刚才的工作真辛苦。再见，桑尼。拜，待会见。赶快出去吧。哇！什么，桑尼？哦不，你还好吗？我来帮你吧。你先坐着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我并不惊讶。等等，你被那支笔划倒了。我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的。首先，我要剪一块像这样的卡纸，然后我需要一支黑色的笔，在卡纸的边缘画出线条，然后在中间填入细节，是两只可爱的小猫咪，看起来一定超棒的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。现在把它翻过来，还有一件事要做，把磁铁贴在卡纸上，然后把一只小猫放在笔记本里，然后把笔放在中间。现在可以合上笔记本了，让磁铁连接起来，这支笔就哪儿也去不了了。你觉得如何 ，Sunny？ 哇，谢谢你 ，Madison。这就是我需要的，我们走吧。我喜欢这支口红的颜色。嘘，我得集中注意力才行。好了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再剪一刀，我做到了。现在我需要一些胶水，只要一点点就好。Oh yeah， 好像太多了，挤得太高兴了。好黏哦，真恶心，感觉超怪的。都怪这瓶烂胶水了。你还好吗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不想讨论。哎呀，真是一塌糊涂。这是他今天第四次这样了，我需要帮帮他才行。而我恰好有你需要的东西，这个滚轮瓶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把胶水给我。你要这个吗？我可警告你，它完全不受控制哦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啦。首先把瓶子里的东西倒出来，然后把胶水倒进去。小心，我可不想洒出来，我不想变得和 Madison 一样，人家会叫我们黏黏姐妹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现在可以将滚轮的盖子盖回去了。这是给你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该用它吗？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祝我好运了。哇，你看出来的胶水量刚刚好呢，我想这个做好了， Kevin 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好无聊啊，简直快要睡着了，双眼真的很难不闭上，要不然让他们休息一下下就好。啊，桑尼睡着了，我的机会来了，恶作剧时间到。哟，完美犯罪，我得开始动手了。先把牙签的末端掰开，然后我需要一条细细的胶带，把胶带缠绕在牙签上，接下来要来上色，留一小部分暂时不用涂，那个部分要涂成粉红色。等颜料干透以后，我会用银色胶带把它包起来，希望这看起来很逼真，我很满意哦。现在可以把尖端部分的胶带撕掉了，把黑色的颜料放进碗里，把尖端浸入颜料中。哇哦，可以和其他的放在一起了，看起来超棒的。Sunny肯定会吓坏的，来把它们放回他的桌子上吧。现在快醒醒吧。啊，我在哪里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哦不，你看你的铅笔。什么？怎么会？真是难以置信，他们怎么那么小啊？我们变成巨人了吗？这太奇怪了。啊哈，你完全上当了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的铅笔在我这里啦。好啊，真的挺会骗的嘛。铅笔还给你吧。好啊，沿着这条线折，看起来相当简单。
等等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？算了算了，我想我有办法了。Madison， 你有剪刀吗？啊？要什么？我要剪刀。啊，了解。应该就是附近的某个地方，让我找一找。剪刀不太可能走远的，刚刚明明有看到。等一下啊，快要下课了，给我一秒钟啊！我有一套独特的档案管理系统。你有检查过纸下面吗？蓝色的纸还是橘色的纸？真的看不下去了。等等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Madison， 你看这个，怎么样？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。首先要把卡片对折，然后我需要再次打开它。现在将它垂直对折一下，沿着边缘做一个折痕，然后就可以翻转卡片了。然后再折一次，把边角折进去，就像做一架纸飞机一样。把侧边折进去，然后往下折。接下来把它翻转过来，并重复那个动作，把这个三角形往上折，就可以折好了。现在把它打开，就变成一个盒子了，可以用它来装你所有的纸张和卡片。哇哦，你真是个天才，我很惊艳呢。等等，还有更多，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里，你的书桌就干净整齐了。哇哦，没有你我该怎么办？你看我的桌子，它从未这么整洁过。原来剪刀在这啊，我就知道剪刀在那里，快拿去吧。谢谢，我得先完成这个手工艺，还有一件事得做。感觉真好，还给你吧。 Madison， 真的假的？我真是多此一举。这真的很无聊哎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数字一非常有趣，我有一个关于它的冷知识。哇，超想知道的，我要小睡片刻了。嘿 ，Madison， 快起来啊！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了。他睡得好沉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肯定可以把他吵醒。而我也可以练习瞄准。Madison， 啊？什么啊？你这是干嘛？你睡着了？这能怪我吗？我是认真的啦。好啦，不睡就不睡嘛。但我一点也不开心。也许这可以让我打起精神来。等一下，这给了我一个主意哦。首先我需要一支黑色的笔，我会在杯子的边缘画上记号，记得记号要分布均匀。现在把剪刀拿过来，在有记号的地方剪下去，移除其中四个部分，然后把前端折过来，在中间挖一个洞，用一根吸管穿过它，然后把吸管末端往旁边折，用胶带把它固定。现在把它放进第二个杯子里，并将吸管穿过底座。Sunny， 快来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看着，把它放在纸球上方，然后拉吸管，是个会抓东西的爪子。我做了一个给你哦。哇，谢谢！这堂课立刻变得有趣了。我抓到了。啊！你们在做什么？我还没有抓到最精彩的部分呢。请继续啊。这个测验真难。嗨 ，Sunny。嘿、hey, ，最近如何？我在练习投篮。嘘，我需要专心。哎，随便啦，你真是个书呆子。Sunny， 你有事吗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哎。把它扔进垃圾桶了。什么？嘘，我正在工作呢。有些人真的很没礼貌。算了，我来做。什么事都我做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主意了。对，这应该会有效。把瓶子切成两半，然后在底部的部分倒些亮片。哇哦，看它闪闪发亮的。把这个放到一边。接着我需要一张卡纸，从中剪出圆形和长方形，然后把它们粘在一起。把这个部件放在瓶子里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！这个成果我相当满意，用来装我的铅笔刚刚好，放进去吧。哇哦，我超爱的，你觉得如何？不错哦，但我已经做完考卷了。什么？我都忘记考卷了。哦不，要下课了，这次肯定考零分了。上学一点也不简单，因为总是有太多东西要学。但我们总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容易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出了这些伟大的手工艺来帮助你度过每一天。你最厉害的校园秘诀是什么？在下方的评论中告诉我们。记得与朋友分享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看更多像这样的实用影片哦。